现代这个社会，我们大家都感到啊忧虑不安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彼此都不肯随顺，每一个人都执着自己的意见，不同的意见就发生冲突，这个是不安定的根源。佛弟子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应该做一个表率，做一个榜样，别人不能随顺，我们要修随顺。随顺里面一定要有智慧，如果没有智慧呢，那个矛盾就大了。我们佛家常讲，佛教啊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，这是我们佛门标榜的。可是又说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矛盾呢？就是不晓得这个随喜跟随顺呢，都要以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感情的随顺，那就是祸害，就是下流；理性的随顺，也就是说合理的，我们随顺。不合理的呢，我们沉默，用这种态度，这个就对。慢慢的能够诱导他，感化他，让他去诱导他走向正知正见，诱导他去向正行，利益一切大众之行，这个叫正行。一切经典随顺就好了嘛，随顺，决定不要去起心动念，不要去想我要怎样怎样，那就叫自找苦吃。这一想我要怎样怎样，这叫造业。你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不是造业，那是功德。为什么要去想起心动念？就是攀缘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心清净，心地清净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如如不动，念念没有为自己着想，念念是度众生。如果对众生没有好处，没有利益的事情，决定不能做。起心动念呢，决定要想到啊，怎样以什么方便利益众生，或者是做样子给众生看，做榜样，或者是用言语文字来教导他，要长存这个心，念念都想着他的利益，和人家当然欢喜啊。念念想着我自己的利益，你跟别人就很难处，大家叫争利了。我们能够放下，我们能够舍弃，满足一切众生的欲求，为他，样样都为他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他把你当作知心的朋友，看到你这个人呢，在一生当中他觉得很可靠啊，你给他建议他就会听了。在这种亲密关系之下，长久的交情才开始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果报应的事实跟理论，劝导他什么是真正的利，什么是害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是非利害才能谈啊，让他慢慢的醒悟过来，知道断恶修善，去疾避凶啊。我们一般学佛人讲消灾免难，教他这个道理，这初级的佛法，这个不是帮助他的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目标在最后帮助他成佛。怎样才能落实呢？做到无我就落实了，起心动念想别人，
如果起心动念，第一个念头想自己，就不能落实。入佛门，头一关破魔执啊，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五种，头一个就是身见，认定了这个身是我，一切都是为我身去着想，坏了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全起来了，怎么能跟人家合伙？所以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不再给别人对立了，不但不跟人对立，跟一切事不对立，跟天地万物不对立，那叫破边界，然后再破成见，那么叫默认成见很深，我以为以为怎样，我以为怎样，就不能修随喜功德，就不能恒顺众生，必须把成见放下，你才能修随喜功德，才能够修恒顺众生，这才是入佛门的第一步啊！菩萨念念度众生，念念度众生，念念都要帮助众生，使众生得到最好的利益。经上常讲的丰饶，丰是丰富，饶也是丰富的，最丰富最好的利益。诸位想想，最好的利益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他念佛，帮助他悟知识智，帮助他不生病，也一样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这才是最大的利益，没有比这个更大利益了。为什么呢？其他一切物质精神享受死了之后都要搞六道轮回，你给他再大的利益也不过享受几十年而已，几十年之后长劫流转，那哪里叫利益？这利益是帮助他脱离苦海，超越轮回，成佛做主，这是无上的利益，最殊胜的利益。我们要常常有这个心，常常存这个心，帮助众生。佛菩萨就是这样学习的，一切随顺众生的执着，随顺众生的分别，自己心里确实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自己的心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，没有受到外界丝毫的干扰，这叫功夫啊，这个叫得力了。我们学佛修行是不是这样修法？要真在这上面做功夫，就是从内心里头，不是从四相上，不在四相上，是在心地上，把心地上的分别执着减少淡化，这个人是真正修行